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，就是两个人不能都对孩子好。你们坐好了，我再往下看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好，准备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，哒哒哒哒，咔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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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其实就需要有这样子的配合，我爸妈教育我也是这样。一会儿唱白脸，一会儿唱红脸，一会儿唱红脸，一会儿唱白脸，两个人反过来唱。手，摆齐，吹吹吹，很好。左手背过去了。扣牙齿数没背，老三脚踩错了。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，五六七走，左脚右脚，左脚右脚。OK， 好。因为这次比较赶吧，只有一天的时间。那幸好我这边有那位英语老师帮我。这世界很酷。